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九重。最近好像除了自行车也没发现什么好玩的 bug， 既然这样就继续给大家说自行车的 bug 吧。哎 bug 大魔王都快成自行车魔王了，哎呦我的妈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首先拿出自行车，要及时的把物理关掉，不要让它掉下去，然后骑上去把物理打开就会触发。是挺嗨的，就是有点。这个 bug 应该和之前的那个如出一辙，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哦，从直行车上看，我们的恶魔尾巴看像什么？像个怪物的触角一样，感觉还挺恐怖。今天竟干这样的事了，我了个天。视频先到这吧，我要去消化一下，大家再见。